图人宝新社，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引发爆炸的是一个隐藏在一箱蔬菜中的简易爆炸装置 RED。当地高级官员斯科巴尔告诉法新社，据了解，爆炸所影响的市场非常受欢迎，附近村庄的人们都会到这里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购买水果和蔬菜。一位幸存者回忆称，强大的爆炸震动了整个集市，在半径几公里的范围内听到了爆炸声。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把我抛在了地上，我被弹片击中了手臂。这名幸存者在医院病床上这样向媒体表示，一大团浓烟弥漫在整个集市上，我很幸运还活着。爆炸现场巴基斯坦人权部长马扎里称，这是一场可怕的恐怖袭击，并表示必须确保部落地区更加安全，特别是保护当地的人民。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23日也对这起爆炸袭击以及同一日针对中国领馆的袭击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表示，这两场恐怖袭击是那些不希望巴基斯坦繁荣的人为了在国内制造动荡而有计划展开的行动。我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恐怖分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伊姆兰汗坚定地说。当地时间23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三名非法武装分子试图闯入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被巴方警察发现，双方发生交火，三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方三位警卫人员在交火中不幸牺牲。巴基斯坦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军 Bal on Liberation Army 随后声称对此事负责。